40岁前，盛智仁是大学教授及政治评论家。2007年，盛智仁进入台北市政府工作。2009年主办的台北国际听障奥运被誉为史上最好的一次。如今的盛教授则转身担任云朗观光集团总经理，但比起累积财富，他更希望的是成为能利益他人的人。正因为有许多人愿意做个能利益他人。因而让台湾累积出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美誉，比如清明节的时候，罗东圣母医院的吕若瑟神父为他的家乡求助，在短短的6天内就收到1.5亿捐给意大利的善款，在自己尚处在危机时还能对人伸出援手，这是真正的布施啊！台湾是有福的地方，我们同感骄傲。严重的疫情让大家很紧张，但生命在危机中自会寻得出路。今晚盛智仁老师将与我们谈谈疫情下的危机处理和人性关怀，且让我们领神静听。慧中是云讲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朗观光集团的总经理盛智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疫情下的危机处理跟人性关怀。我想我们在饭店业哈，在这一次的这个海啸的冲击之下，我们可以说，开玩笑讲是在住在海啸第一排了哈，因为我们的那个生意哈跟营收哈，还有这个整个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哈。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从一个公司的角度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尽我们的能力，然后从一个人性关怀的这个角度哈，来度过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哈。我想我们很庆幸说，我们的这个老板哈，张安平执行长跟顾怀如董事长哈，他们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哈，真的就完全站在一个人性的角度去带领我们去面对这样子的危机哈。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这个农历年的大年初三的时候哈，算是1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就很严肃的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啊。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台湾相对的那个危机意识还没有那么强啊，我们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视讯会议啊，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说，过完年的这个假期啊，我们应该怎么来做调整跟面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马上哈，这个最基本的量体温、戴口罩开始做啊，我们也开始就决定说劝告同仁哦。不要出国啊！其实坦白跟各位讲哈，这个当同仁们知道说我们公司希望他们不要出国的时候，其实是有些反弹的，因为很多同仁都安排了在2月、3月哈，要都到日本跟韩国去玩的人非常多哈。那等到这个疫情越来越发展的时候，他们到了2、3月过了以后，才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真的很感谢公司做出这样子的一些安排哈，因为。他们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啊。可是他们如果2、3月真的到日本跟韩国去玩的话啊，这个其实对他们个人的健康是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当时公司还算蛮体贴哦，就是有帮他们负担这些这个更改的机票的这些费用啊等等啊，没有把这些压力完全让同事去这个承受啊。所以我想我们在大年初三这样子的一个因应哈，我们在过完年的连假，其实云朗就。在家里上班一个礼拜，这个也算是很早很早哈。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压力测试，让大家都能够习惯这个。如果万一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们的远距上班可不可以来因应哈？我想这个是在第一阶段的这个危机处理面哈，让大家开始注意到说这个危机很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跟营运都会产生影响哈。那等到2月跟3月哈。这个饭店的营收哈，真的就变成是阶梯式的下滑啊，因为外国客人已经完全不进来了。我讲几个数字，大家可以体会到影响有多大啊。像我们在火车站旁边的这个君品酒店哈，我们过去的住房率大概是80%-90%啊。那我们等到外国观光客都不来了，我们目前哈，全台北市包括君品在内哈，两位数的住房率啊，10%+的住房率算是不错的，然后。个位数的比比皆是啊，所以等于说饭店都是赔钱啊，台北市的饭店几乎都是赔钱在苦撑下去，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营运的危机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很多的这个同业哈，他宣布暂时停业或者说永久歇业啊，在这个时候哈，其实我作为一个这个
经理人哈，我的职责就是我赶快去算出来说，如果我们也停业哈，这个不是停业，对不起，我们如果说也放无薪假，或者说我们也这个高层的主管也减薪哈，这样子一个月可以帮公司节省多少钱？我就打算赶快做一点规划哈，然后跟老板报告。结果我拿这个数据给他看的时候哈，他看都不看啊，他就说不用给我看这些数据啊。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哈。我过去所累积的一些财富哈，就是要在这个时候拿出来照顾同仁的。他说他不想要把这个压力转嫁到一般同仁身上啊，所以他就决定说，他们两夫妻就要增资10亿到公司来啊，然后可是他在这段期间哈，所有的同仁我们不放无薪假不减薪，他希望说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面，我们好好的做事情，然后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家庭哈，然后财务上的负担他们就把它承担下来了哈，所以坦白讲，这就是一个在危机的时刻哈，他们展现了很强的领导力，而且也是一个团队建立很感动的一个过程哈。那我记得我前两天带着家人去吃饭啊。在我们的饭店，我们提早庆祝母亲节哈，然后我们饭店的同仁就主动跑来跟我讲说，请我一定要再去有机会跟他们转达哈，他们对于他们两位的感谢哈，说他们也觉得自己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哈，看到所有的朋友同业都在放无薪假的过程哈，结果他在这里上班，他可以有这样子的安心啊，他们真的觉得说，老板做这样子的决定啊，当然他们是这个。看在眼里哈，然后感动在心里，然后也很愿意好好的为公司在岗位上面好好的付出哦。我觉得我就想起丘吉尔曾经讲过的一段话哈，他说这个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啊，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浪费一个好危机哈。什么叫做好危机哈？其实危机是不好的，没有人喜欢危机了哈。可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危机就是会这个无预料的就发生了哈。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危机啊？就像我觉得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的，就是说，危机已经发生了，那你也可以天天惊慌失措啊，你也可以被动着等待疫情结束，你也可以一直哭天抢地啊，然后就要政府来支持我们啊，来纾困啊。可是他们做的是，他们卷起袖子，然后用自己的力量哈，来照顾自己身边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我们的这个团队哈，这样子更凝聚在一起哈，我觉得这个是我眼睁睁就是活生生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怎么样把一个危机哈的过程没有浪费掉，反而变成是一个建立团队一个很棒的一个契机哈，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哈。另外一方面啊，当然我们在饭店的营运上面哈，我们也不是坐以待毙，虽然说客人是这个大量的流失哈。我们还是推出了很多因应社会需要的一些方案哈，比如说有一阵子在要这个算是封关前哈，我们这个大量的留学生啊，跟我们的这个旅外的国人都飞回台湾，每天都飞回好几千近10000人哈，所以他们回到台湾以后都要居家隔离14天，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社会有一个需要哈，就是。其实居家隔离的人，如果去住在外面的这个防疫旅馆哈，其实对他们俩是很不方便的。如果我们可以倒过来变成说，这个把安全留给家人啊，家人来住旅馆，他其实是可以自由的移动进出哈。那需要居家隔离的人，他们一个人住在自己家里面哦，他其实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他是比较轻松跟舒服的，也不会说住在旅馆什么东西忘了带哈，那他就还要他也不能够自由的移动哈。所以我们就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哈。来回应社会的需要，结果两三天之内哈，也卖出了400个房间哈，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效果哈。当然，我们也推出这个远距的上班哈，就是让公司可以把上班的人哈分成不同的这个组别哈，才不会说有不幸一个人生病的话哈，这个整个公司都要停下来14天哈，所以。饭店的房间就可以用简单的改装哈，以后变成是这个上班的一个分开的一个地点哈。那我觉得也得到很不错的这个回应哈。那最大的一个动作哈，是我们跟老爷跟凯撒两个集团哈，我们加上云朗哈，我们三家集团一起去做发行的一个通用券哈。我们
不但是没有缩减员工的福利哈，我们给每一位员工一个人1万块的旅游金哈。换句话讲说，我们是自己来创造内部的旅游的需求哈。所以，我们内部的集团哈，大概有加起来差不多1万个员工跟关系企业，每个人都拿到1万块钱的旅游券，然后就先创造1亿的需求哈，让这个活水能够动起来。这样子，这3家饭店就不会。说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事情做在那里哈，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第二阶段哈，就把这个旅游券去拜访各个企业跟他们的服委会哈，希望说，哎，他们也可以用很大的折扣哈，来这个采购这样子的一个通用券。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哈，这3家集团也不会推出这么优惠的方案哈。对企业来讲哈，我去买这样子的这个券哈，可以用在。台湾30家饭店里面哈，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优惠的方式哈，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自己来创造我们的需求哈。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不是静待疫情哈，或者说不做什么事情，然后在那边等待，我们用尽了创意，然后用尽了我们的这个资源哈，然后其实以前饭店都是竞争大于合作哈，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有机会说。3家以前没有合作过的饭店呢，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本位主义，我们一起来做出这一个新的措施哈。我觉得对我们3家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我们也很希望说，就算疫情过了以后哈，我们这3个集团未来还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方面长长久久的继续合作下去。其实这也是一个因为疫情哈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合作机会哈。所以我想，我们在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危机管理的时候啊，就像丘吉尔讲的，不要浪费一个好的危机，好好的运用这个危机哈，它其实会带给我们过去意想不到或者是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新的作为哈。我觉得我们反而是很珍惜说这样子的机会，我们不要把它浪费掉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哈，其实在危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人性最美的一面。有时候也看到人性最自私的一面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说，在防疫的时候哈，有人是全力投入在防疫里面，那有人呢有在那边做一些这个政治的算计哈，那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去囤积物资，有人哈去努力的帮助别人，那有的房东哈他会主动的说大家很辛苦去降低房租啊，也有人是一毛不拔哈去。这个该收的一毛都不少收哈，所以我想这个人性哈，在这个时候其实有光明有黑暗面哦，都会在危机的时候被放大哈。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多聚焦在很多的光明面哈，然后想想看，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危机的时刻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哈？我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看到的几个我觉得很动人的例子了啊。那其实，在台湾大家有看到。那个有一位意大利的神父哈，他就觉得意大利真的是好惨，因为我们在意大利哈也有6家饭店，那这6家饭店在几个月前哈，整个国家都已经关闭了哈，我们的6家饭店也全部都没有营运。然后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认识的每一个意大利人哈，他们自己都有亲友或者是他们认识的朋友，这个死于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啊。所以他们是被受创很深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口罩也不够，这个医疗资源也不够，所以这位神父哈，他就发出了一个求救信啊，希望说台湾人哈，可不可以给他的家乡一点帮助哈？结果在3、4天之内哈，有2万多个台湾人就汇款给他，他本来只需要这个，我记得他的目标只要几千万哈，结果募给他1亿5千万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个台湾人充满爱心的一个典范哈。那然后后来这个神父哈就把账户关闭，他说他不需要这么多钱，钱已经够了。然后他也希望说，如果已经捐钱给他的人哈，这个你觉得你想把你的钱拿回来哈，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因为他相信说，把钱拿回去的台湾人哈，一定会把钱也用在非常值得需要用的地方哈。所以我看到这整个过程都觉得说。其实，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的互相帮助哈，真的是人性最美、最善良的时候的一个发挥哈。那我也有这个习惯哈，我每天也会听一下这个美国的新闻哈。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现在也等于是疫情在全世界最严重的时候哈。可是我也看到了美国
也同时在发生了好几个让我很感动的这个案例哈。有一个美国的女生哈，年轻女生，她因为骨髓哈是符合可以捐赠给别人的一个这个 match 哈，所以她已经答应了要去捐赠骨髓，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大家都劝她说你不要去坐飞机了哈，可是她觉得说我为了要去救另外一个人啊，她愿意冒这个险，所以她在疫情之下，她还是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去坐了飞机，去把骨髓去捐给可以去救的一个病人那他整个过程也是很还好的，就是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也是他很安全的抵达那边，也完成了这个骨髓的捐赠然后纽约州有一个这个农民他的太太也是身体很不好，糖尿病各种病都有在躺在床上，然后他自己觉得说太太长期被医疗人员照顾。他从家里面翻到了有5个口罩他觉得他们自己因为住在农场上，他不需要用，他把这5个口罩寄给了纽约州的州长，上面写了一封信说，我知道你可能没有时间，你每天这么忙没有时间看我的信，我只是希望你收到这个口罩以后，能够协助我转交给这个需要的医护人员因为我用不到这个口罩，我希望他可以交给需要的医护人员手上那最后一个故事是讲到。现在美国的政府开始做了各种的纾困方案所以这个纾困方案美国人大概都可以，很多人拿到1200块美金的这一个支票来帮助他们度过很多人失业的难关美国现在已经有3000万的人他们是请领第一次的失业救济金，大家都知道这个状况有多严重那美国发起的一个运动就是说如果你是经济环境你不需要这笔钱的话，我要把这笔钱捐出去，捐给我的社区最需要的人所以好多好多的这个美国人都把这个钱拿来照顾自己的社区。我听到新闻里面讲，我真的很感动。他说，如果我们自己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社区那我们就不会有问题了大家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自己身边的人照顾好，他们都觉得说美国就一定可以度过这样子的难关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有能力，也不一定需要去做很伟大的事情重要的是说，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的岗位上面能够尽一份心力然后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记得像那个张爱萍执行长他在几个礼拜前就给了我们一个挑战，他说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饭店的生意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的人力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的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就让规划一下，让我们的同仁可以去做一些帮助我们的社会跟帮助我们社区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大概从1个多月前开始像我们的移工中餐厅，他们就每个礼拜去做几千份的这个卤味然后我们就每个礼拜送到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医院我们大概送出去了这个。好几千份然后送个几十家医院然后让医护人员回到家以后，其实也感受到这个社会上对他们的感恩那我们也每一个人都送了一张小卡片谢谢他们在疫情那么紧绷的时候，他们这样不眠不休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他们所做的这个牺牲跟奉献那我们有的同事去净坛，有的同事去打扫附近的公园，然后最近因为雪荒，我们每一个馆都去呼吁大家一起去参加这个捐血的活动那也有同事去帮助附近学校的营养午餐或者是跟着邻里长去照顾这个社区里面的独居老人跟弱势家庭我想我们真的能做的不是很多，可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也都希望说。我们在有余力的时候，我们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帮助我们周遭的人然后观光局他们对于这个饭店也有一些补助就是让饭店的员工可以去上课那这一点我也对张安平执行长真的很佩服那当然我也开始去申请大概有900万，其实也不是一笔小钱那想说让我们的员工可以来上课，还可以拿到这个观光局的补助的费用他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补贴员工的薪水那张执行长就说，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还是
可以照顾自己的情况哈，我们把不要去拿政府这样子一个有限的资源哈。那结果我们商量了以后哈，我们现在去申请这个课程，可是我们把这个名额哈，我们帮助我们的同业，因为我们有一些比较中小型的同业的旅馆哈，他们说不定是不知道，或者是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能力去写这些企划案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课程，我们把它申请出来以后，云朗自己不参加啊，我们把这个课程就的名额就让给我们的同业哈，让他们来参加，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些资源的帮助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能够在。我们能够做的范围哈，我们就尽我们的一份心力了哈。我想《双城记》哈的开头有一段话哈，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哈，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哈。我们的前途一片黑暗，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啊。所以到底这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哈？其实是决定于我们最后选择用什么样的行为来面对哈。我们在危机时候的决定，哈，其实就会定义我们是谁，哈，也会决定我们的前途，哈。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更深一步的去体会说，病毒的这种攻击，哈，其实是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国家、不分性别的，哈。那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这样子的威胁。我们也要了解到说，我们都是这个地球村的一员，哈。这个世界的交流已真的是频繁到了一个。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哈，其他的地方是绝对无法幸免的哈。我想我们在疫情过后哈，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体悟，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哈都应该付出更大的力气哈，去帮助其他的人啊，因为我们的命运都是紧紧相连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少一点彼此的歧视跟对抗，多一点相互的合作哈，我觉得这个世界哈才会更好。那另外一方面哈，其实我们也体会到说，在这种危难的时候哈，我们才发现，我们要让一个人过得很快乐哈，需要的物质其实是很少的啊。你只要能够大家没有什么顾虑的，跟朋友坐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能够去郊外踏踏青，其实就能够过一个很快乐的生活，不一定很需要很多的物质哈，才能够堆叠出一个这个满意的生活啊。所以。我想，我们疫情过后，我们也能够再检视一下我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这种需求哈，应该做什么样子的调整哈。好，我想我的结论哈，最后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哈能够控制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哈，我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哈，就是保持我们一个善良的心跟一个正向的这个能量哈，让世界有更多的爱哈，尤其是在这个瘟疫蔓延的时候。谢谢大家。